世界，幸福国度，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伽马八语录》。因为上师是超越距离的，无论上师他的身体是离你近或者远，都无有差别。因为当你以虔诚的信心意念上师的功德，并且停止寻思上师可能存在的缺点或过失，那上师将一直与你同在。上师并不是指必须留在上师身边，而是指意念上师的慈悲，圆满上师的心愿，以及对上师的功德升起不退转的信心。佛陀最主要的教法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最重要的就是清净之心，让佛法真正落实在心中。重点还是在实修，循序渐进，让自己能如佛陀般，能利益一切众生。若是你能够以一颗开阔的心，随时准备好来帮助众生，减轻他们的痛苦，或者是一颗欢喜心，随时准备好来帮助众生，增长他们的快乐，这即是圆满一切众生利益的真正意义。不如法行持的五种因缘：一、心思轻浮易转变；二、执着强大烦恼粗；
疑惑大而无信赖。四、单着欲望少对治。五、法位未尝歧视人。事实上，人类比熊、老虎还要可怕千万倍，因为世界上各种战争的武器，并非是狮子、老虎制造，而是人类所制造。同样的，现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以及各种疾病，四大不掉的灾难，大部分也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你不可能一直处在生命的高峰或谷底，谁能保持一成不变？人们经历生命的各个阶段，因为不同的处境而有所改变，只因一时的情况就觉得非常的骄傲，或感到相当的可耻，这都是不需要。无论是否相信轮回转世，如果利用时间做利益自身及他人的事，每个人都可以过着充满意义的一生。最低限度也应该找到可以带领我们快乐过一生的方法。如背道而驰，只会制造痛苦，多么可惜，这是浪费生命。如此，那些让我们衣食温饱的人，他们为了我们所承受的一切苦难，也都失去了意义。没有他，我们出生下一秒就可能会死。没有他，我们不可能活到现在。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人生。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世界。请感恩这位伟大的女性，母亲。
有个屠夫天天都要杀一头猪，有一天他自己也觉得这样不好，但继而又想到，这是众人要吃的，大家会和我一起分担恶业吗？世间人都是这样想的，自己造恶业，却妄想他人一起来承担，自作、教他做、随喜做，都是一种业，但以自作的业最重，无论是不是佛教徒，都不可以伤害友情。我们都承诺自己要做菩萨，但却又舍弃悲心，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吃友情的肉，这是诸佛菩萨连声闻缘觉都斥责的恶行，因为这已违背自己所受持的戒律。我们要将善念、善行发挥到所有人身上。很多人都喜欢道断此人好、此人坏、此人善、此人恶。事实上，这些都只是由人们的烦恼所造作。众生都是因为心中的烦恼而犯下过错。若要去除过失、过患，就必须修持慈悲心。当我们的慈悲心升起之后，就算当下不能熄灭一切贪嗔痴烦恼，至少也能使我们更加平静、安宁，拥有喜悦的生活。大成就者下嘎错珠让主说，以密续的角度而言，如果能救度自己所食用血肉之友情，则可以受用肉食。经论中也提到，肉是善者所食，友情如是而转化，意思是说，肉是非常善巧、具有殊胜智慧的大成就者才可以吃，因为他们有能力救度所食用的友情。我观察这个世间，并不是人们没有慈悲，
但为什么会看起来如此混乱与愤怒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不知道持守慈悲的清净戒律，也就是不知道如何去修持慈悲。首先，修持慈悲的人已经很少了，而持有负面情绪的人却又如此多。因为烦恼太多，就算有点修持，也无法真正发挥慈悲。我们的人生并不一定要以月年这么长的时间来计算才算是我们的人生，当下的一刹那几秒几分也是属于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在这样极短的时间内所做的事，也是自己一生的事。在这样极短的时间内，如果做错了事情，也有可能影响你整个的一生。吃素不仅可以修习对众生的慈悲心，更能够减少资源的消耗。生产一公斤的牛肉必须耗费10万公升的水，而生产一公斤的麦子只需750公升的水。所谓母亲有三种定义，第一是指生育之母，第二是养育之母，第三是利益之母。因此我们就算不能认同一切众生是生育之母，也可视为一切众生为我的利益之母。佛陀经常教导我们不可伤害众生，并且要利益众生，但我们经常只在乎自身的舒适，并不了解日用之物是否对环境有害。
事实上，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我们的生活形态都会对环境形成破坏，所以我们绝不能自认满意说我没有伤害任何众生。我们必须要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事情。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长青读书会，日期3月13日星期三，时间上午9点半到11点半，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3月27日星期三，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清明祭祖表孝道，超度祖先归净土，三昧法水洗尘垢，累世冤业皆消除。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3月28日星期四，三十系念超度法会。三十系念归劝净土，弥陀愿海等慈众生。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3月29日星期五，佛学讲座及瑜伽咽口法会，三密相应加持力，上供诸佛并下施，佛法难闻经已闻，祈愿回向生净土。上午9点半佛学讲座，从咽口看学佛理路，主讲人广护法师。下午2点瑜伽咽口法会，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法会备有贡品、礼盒及白米，欢迎提早登记。阿克达达，王，这里呢就都托给我的，哪里来？
就刚才讲的这王十八的那王儿，各种说王的这些的也不活过来。就是我说的你说我王在他就说他们就头发的，那他居民的呢，他可以的。这里就跟我说，你说我他们说上当砸巴拉当了，砸巴拉当了，刚刚那个你，他当家的罗马拉的的。那边人呢，就是哪怕上地把了，地把要成热瓦车的，热瓦车的哟。三叔兄弟把的，那我媳妇是原来的，三叔兄弟，三叔是不是十工作是不是十个地把了？地上就往土块哟。你地干呢？这里往年的这里中国帮的都是人为的，这是居民的啦。这里种他起步一的，这如果叫他们不给你吃他们不给，娘的着急的。June, my cheap, I said, you were here. This day, you were here, the day, carry you were here. This is the Zabala, some form with the Chisotan Jigger. Setting the day in Tanama, setting the day carry, that's the name, the Manerba, the Zatanji. Then you want the Gunny Chisoga, one need to be in a da. Then you want the social detachment, Manero, so I want to talk to that kind of detachment, to that kind of manner you want.忘了搞的就忘记打，这几个人就都是村民上的，这里没事的，有人摸的呢，给这这啥么路？忘了他说都是村民上的药嘞，这都是村民上个啥忘记呢？这忘了是偷过药嘞，第二呢是他，妈的，妈的，他就是哈过去的，等于他那偷过药嘞，好忘那忘个啥都是村民嘞，等于这没事的，都是村民啊，等于咋办了上去的，这地主这子那不啦，吃了吃下到了，疼着的这些，这大人就说我住的这里上东的这些，这为了这里提升我们，我们学校管理那都证明是说个考虑了，这让个啥个的，那都证明完了，他不就他管理能这个要的，那么上级把这运营中的就把的，这个就说五年往多不要的，这里那块我说你妈的，人家都打草莓，这几个要的，这里什么人过这个要的？这里哪个忙的真正正规要的？这里什么人？我说什，舍不得呢？是地上的苹果上的，我到上车时候就挖吃给要的。舍不得啥家吃我光吃了，这什就挖吃给要的。我讲我，你把这里挖五年的这里，我哪里把去了这里？我把这所有就挖晒完去。哪里啥个都忙，哪个忙说了？哦，让那个上车时候就光呢？三叔生气了，这里让啥的叫做都得下锅，这里你哪个往你这里去？这里你我都是做吧，都能忙的。往你这里，那些你们都上多大个地方下锅了？这里这就往个是脱不了，这就中央这点什么？往东住了就了，脱把人说我们，把饭锅脱了，叫了脱把人送我们的，这个厂那边看着呢，老板死人了就注意那个往脱不了，吃不完了嘛。那个地把干，老马他就往土沟里，往土地上让你去炒过来，就是这些的嘞。那些东西，那往的说当然那神奇个嘞，哦，如果吃着嘞，如果是怎么嘞，我当不光炒过来，神奇呀，要么嘞，我说三叔身体有你就身体些呀，要么嘞，对的，他就到那边偷了药子，还想要过来的，就是往不是土沟里，这两年接触过来的，这个两年接触过来。往我这上脚去掏过的，因为屁股上就落地掏过的，往头上跌的，那你扎起跌去。